你真的参加不了毕业典礼了吗？是啊，替我向大家问好。啊，白猫，你说我这大学上的四年大学三年网课，连毕业典礼都参加不了。这个简单啊，我来帮你吧。嗯，食神归位，这也没什么变化啊。快来快来，去外面看看吧。那就好好告个别吧。时光的河入海流，终于我们分头。喂，快来呀！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。准备好喽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茄子。有我最珍惜的2022毕业快乐哦。